iPad 歪了，哎呦！我们今天睡的位置，瑞士卷屋，在营区最高的位置，有三个地方，三间，我睡的是最旁边这间，这边空间还蛮大的，一个小木屋配有一个水槽，那里就是营本部。然后狩猎章在这个位置，下面还有两间小木屋，中间共用一间厕所，但是小木屋的空间比较小一点，这边的空间还蛮大的，租一个瓦斯炉，岩谷 4.1 还不错，这是瑞士卷屋里面房间的样子，有两张双人床，床垫坐起来还蛮舒服的，软硬适中，现在有点凌乱，然后旁边就有厕所，电风扇、吸尘器、冷气，厕所都是小小间的。打开就是马桶，然后洗手台，然后至少是干湿分离啦。一个人站进去位置差不多，然后还有个窗户。比较不会这么潮湿，冷气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，打开就可以看风景睡觉。这边是居区合掌屋三间，有点小。哦，居区里面两张双人床，居区旁边就是我们的 F 区，有四间小木屋。我们上次露营是几区？是不是也是 F 区？居区旁边就有浴厕，各一间，适合包区。这里是 H 区，两个小木屋共用一个厕所。B 区五帐，旁边还有两个小木屋，是狩猎帐五个。狩猎帐的旁边就是。C 区跟 C 区共用的厕所，这边 C 区滑草区，划船还是玩水？应该是划船吧，现在还。哎，哦，这次 Ivan 你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我这里。你很 Go。你看这个，你们小孩藏在这儿。Ivan 歪了，哎呦！就是因为他的脚都往左边偏，对吗？你刚刚是演戏的吧？你是演戏的吧？不是吗？怎么感觉很像假摔？分工合作的兄弟。帮他叫大队，叫大队，把几个人都。